还不踢吗？斯科达，踢了！踢了！姐姐要被秒吗？开的大，没有闪现，直接口进来。撞塔姆，斯科达这边，斯科达直接飞，一飞有说法没？对，好像真有说法呀 ！EDG 有说法吗？没有说法，兄弟 ，Portica 还活着，还在输出，复活了，交闪再拉下去 ，Portica 也交闪下去收，拔毛直接杀掉。或许感觉有机会一波啊，瑞奇这边在猛流来了，波迪克还在滑，哎，要五杀了，要五杀了，五杀了呀，开的 W 把人推到墙上，然后让人头，哎呦，full tick， 这种彩蛋切确实没有意义的，哎，一个 W 挡住了，杰杰又被抬回来，飞机之后是炸药包过了，不要说了，杰杰再过来，炸药包怎么飞？大龙，但是被瑞奇打断了，飞机硬飞，飞出来的伤害再加一点，伤害打出来蛮多的。但是滑板鞋还在打输出 ，Rookie 还在打输出 ，Rookie， 我靠 ，Viper 吧，还是死不掉的。我操，最后极限倒了，但是皮小将 Viper 想把枪塞在嘴里，但好像打不过瑞奇啊，有点。老公好像没伤害啊，老公。滑板鞋来了，小皮杀完。我操，都枪塞在自己嘴里了，这三 C 杀了。我操，佛怒火莲，漂亮吧？哇，差哭了阿水，当年不是这样的，兄弟们。小 P MVP 打 Viper 拿五杀，成熟了。看威武的抉择在交流，如果飞机踢了，我们就停手。飞机准备踢了，好，停手打起来。赵鑫来的有点快，是哪一次被晕的大龙？卡萨不移动，正面，哎呦，乔丹拦住了飞机，但是飞机还是勇往直前。有表吗？塔利亚这里一滴血锁住了，飞机冲锋甲被打出来。想换 Rookie 没换掉，闪现跑，弗里克也有闪，闪现过来追击拔毛，赵信没闪，只能等死了。家里两路线也到了，让个五杀吗？肖 P 要给肖 P 让五杀，逼弄到墙上，你来，肖 P 爱上你，卡萨哥今天晚上宵夜偶请。飞机捡到了，姐姐要硬来，一个人想捅进去，今天风台当挡了一下。杰杰有点危险，后续塔姆吃回来，但是被逼多了，塔姆自己稍微有点尴尬，而且收获还够了，飞进去了，飞的位置还可以，还可以。这波你自己有伤害吗？小 P 伤害有点高，你自己顶不住了，弗兰朵也要挡，伤害没伤害啊，太多了。虽然 Scott 强行击杀了 Rookie， 但是没有办法了，卡利斯塔还存活着，这波卡利斯塔有机会五杀，五杀了，直接蓝城减速，蓝城减速。杀了我！这能让谁让一下？五杀了，五杀了，五杀了！哇 ，Full Take 啊！真他去！JJ Maker walk on in V5 deny with a great steadfast presence. Cass is taking everything, but it's a poppy as the seismic shot goes into the wall. This is just beautiful takeover as well. Scout finally has the package, but Rich is going to rejoin the fight. V5 getting low, but EDG need to take down Rookie, and they need to take down the other man as well. Fotic over the wall gets himself a triple.Victory 5 continues styling on the world champions all over our screen with a quadra kill. Give it to him. And dacked up. Gear it up. Fotic against EDG. On Viper for the pentakill. You better believe it. Fotic pentakill to round out the game from V5.